是其实对于这个大马难民呢，在我国又有哪一些基本的权益呢？也就是可以I don't think Malaysians the refugees has any status of their own. They don't. 完全没有吗？完全没有。They are basically very much depends on the United Nations. If they have been grossly been abused, they can only commence that to the United Nations. You have to also understand that 在联合国的人口 their volunteer, the workers over there. Two years back, I was told that they have about 165 staff taking care of 200,000 people with another 45,000 asylum seekers, and every day, few hundred families were knocking at United Nations door. They are just stretched to the limit. 你其实是说这个在 Malaysia 在 KL 的这个难民对对对啊、，sorry 不是难民，是扣留不是中心吗？这个难民署的这个办公室办公室里啊，其实就在国家王宫后面那一带。对对对。其实以我们所知道说，这个数据显示是马来西亚是有超过150,000的这个难民的注册的。然后他们这样子的话都是。以我刚才所你所讲的例子吧，你是在学校，让那些小孩子上课到几岁，他们就要停止呢，还是说要去工作呢？It's also a challenge, especially for us as a social workers trying to offer education to this group of students. 什么？大多是这些孩子不是说他们七岁就来了一年级，八岁就八年级。It's not 八岁二年级对，你要知道，有些是12岁、13岁才上，他们来的才上一年级。对 ，and most of them， 他们都大概15岁、16岁，他们就不要读书了。因为，他们要出去做工，来养活他们的家庭。OK，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顾虑啊，受的教育程度不高，他们又比较低技术的，对，然后又贫困，做的工作又很复杂，那基本上他们整个的处境非常的严峻。对，然后以我那样子，我可能那只假设问一下了，像他们其实基本上一个月的薪水会是多少呢？他们能不能养活一家人呢？不能，就是为了这样，大多数的这些难民，他们就是10个、20个人口就在一个屋檐下，They will need to have that people, 10, 20 people, maybe 5 of them will be working. 就承担整个屋檐下的人的开销。That will be that will be much easier. 我觉得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想哦，其实这个情况其实是现代的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卖猪仔，或者就是想说，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就跟，比如说就和大概100年前中国的这一些中国的这些外逃的这些，或者不是外逃，就是向外或者往南洋或者是往美国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一样，都是讲说你去到一个工作，你去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落脚点可以生活了以后，然后你再把家里的人接过来。只是问题是讲说在那个时候时代不发达，是这个科技不发达，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劳力，所以有人就好办事。可是今天我们来到去这一个所谓知识型的这个经济密集或者是这个科技主导的这个经济的时候，其实人力所能够做或者你要找到人力为主的工作，其实一般上是一些比较就是 low income 薪水会比较低的这些工作，所以就变成讲说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经济，对不起，这个知识，这个技术，所以他们的这个增值的这个机会低，变成说他们的这个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薪水增加的这个机会也相对的来说来低，所以他们除非是他们能够自己突破这个教育和这个知识，或者是这个知识的能力，否则他们就是不断的在这一个低下层循环，不断的循环，就是我要找钱，所以我放弃读书的机会，我就要出去找工。可是因为你是靠劳力为主，所以你基本上根本不能够跳出那个框框，你还是不停的在打转。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打破，一定要受教育，一定要让他们更加系统化的受这个教育，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这个。对，也恰好符合Andrew刚才所讲的这个人力。
你要如果假设说你真的想要在这边落地生根的话，对，确实这个你所谓所讲的增值是很重要的。对对对。但其实对于我所知道的这个所谓的难民署里面的那些难民呢，他到一个时期他很有可能会被送到其他可能愿意接受他们的一个国家，对吗？也不可能。你要知道、哦、在去年在马来西亚的intake of the third countries who have actually received them， 大概是15,000。所以我讲，我们有超过15万的难民，我们有15万的难民。你要知道哈、哦，18%这是 less than 10%。Okay. 今年说because the priorities。就是 不是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他们要收留了、Because the focus now are actually to Middle East、Which is 就是北非和中东的那一带、If you say that one year they only take about 6,000 to 7,000 refugees in Malaysia， 那150,000要等到你 的时间都要大概20年。太惨了，真的太惨。Can you imagine there are more people to come in？ 对、So that is hopeless。 对，而且我个人的看法是、而且我个人的看法是，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国际的这个时事情况、还有国际的这个经济的情况，我觉得大多数的国家，我不敢说全部的国家，我个人的看法是，大多数的国家他们愿意收留这种难民的数量每一年不会增加，会只会维持或者是越来越少。对，因为当你越拿越当你越收留越多的时候，你其实会面对自己国家的那个居民的那种压力。我们举一个例子，新加坡也是收紧他的这个移民政策，英国欧盟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你收留太多，尤其是比如说英国，他收留太多这些比如说东欧来的人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面对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的这个的社会，你面对一个投票的这个压力，对，所以所以变成说你虽然你尝试你想要做，你有这个国际或者是非政府组织的这个人道组织的这个压力，你必须要去做。可是当他面对这个选票的时候，他有时候是真的是会选择，大多数的政府是选择背叛这个所谓的人道。OK， 对。往往人道就会被牺牲的，是一个。我不敢说是人，我被牺牲，可是我找不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点。就是、对，可能就是说为了选票，他们可能是先要巩固自己的那个政权，才可以要做更多的这个东西。